D-O-C-H-K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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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-Signal.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Ducati Owners Cup Hong Kong 的会长，我是阿文。今日适逢阿 Troy Bailey 佢嚟到香港，寻日佢参加咗 Ducati Hong Kong 新车嘅发布会。咁而今日咧，我哋就直头邀请咗佢，能够同我哋一起为住呢一个约能同互助会嘅筹会日。今日我哋就由嚟咗差唔多全香港一周噶啦，差唔多有成200公里去了四五個地方，我們都籌到一個很好的善款，剛才都交了給兒童互助會的負責人了。今天是我們公立級裡面的第一次就用我們電單車的形式去進行籌款，希望未來能夠用到我們的量去幫助其他需要的朋友。今次我們主要的對象就是一些患的小朋友，希望這筆善款能夠幫助到他們買一些更加好的設備、更加好的藥物，令到他們就算是做一些辛苦都好，少一些副作用，以及可以更加快的好翻。多謝大家。